7月17号，陈浩民和李若彤一同参加活动的照片引起热议，留着性感小胡子的他令不少网友大呼变化太大认不出，甚至还有人质疑其整容脸嗨起来好怪呀。陈浩民近照还登上了热搜榜第一。随后陈浩民晒出和老婆蒋丽莎的合影回应此事，不是靠颜值吃饭的我居然靠脸上了热搜榜第一位，下次大家见到我努力使劲的用美颜效果吧。粉丝纷纷评论，你是颜值和实力并存，靠什么都可以。芒果来新闻，童年男神依然是非常帅了，拜拜。